各位所有的家人及朋友们早安，我们是万金圣母圣殿的教友，欢迎您收听耶稣加油站。早晨是美好一天的开始，在这美好的一天里，将为你献上天主的祝福。现在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圣言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，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，是未见之事的确证。因着信德，我们要相信那看不见的主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，是否会像多默那样，要看到了、摸到了，才要相信有主的存在呢？我们的天主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信仰，我们要借着这个信仰以及信德来过生活，因为凡借着信德来生活的人，便可以得到天主的赏报。而且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赏报就在哪里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献唱，相信耶稣就有平安。相信耶稣就有平安和喜乐，相信耶稣就有平安和喜乐，阿嘞阿嘞阿嘞路亚，阿嘞阿嘞阿嘞路亚，相信耶稣就有平安和喜乐，跟随耶稣就有就有平安和喜乐，阿嘞阿嘞阿嘞路亚，阿嘞阿嘞阿嘞路亚，跟随耶稣就有平安和喜乐。感谢您收听耶稣加油站，耶稣为我们加油，也请我们为自己加油。